3月18日一早，《甄嬛传》里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欣然在微博爆戏，她晒出与男友何建泽身着 Q 版情侣装的合照，以及两人手握结婚证的幸福笑容，都宣告他们登记结婚了。陶欣然发表自己的幸福宣言称：“已得一心人，愿白首不相离，最美好莫过于我们都坚定地陪伴着彼此成长。谢谢你，我的何老师。”之后，何建泽也甜蜜转发女友的爆戏微博，并许下守护一生的承诺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去年12月，何建泽在某时尚颁奖礼的红毯上当众向陶欣然求婚，女方泪洒当场，欣喜应允，也得到了无数网友和粉丝的祝福。别嫁给我啊！以前的路都是你一个人在走，剩下的路让我陪着你一起走。如今两人携手迈入婚姻，粉丝也送上最美好的祝福。安小主找到了比皇上更可靠的了，恭喜小主新婚快乐，很有夫妻相呢。夜色的新闻中心，上海报道。